第三十一题，如右图，直指数前进方向会向何处编短？这个叫做电流在磁场中受力，电磁交互作用，要用右手开场定则。大拇指是代表电流方向，就这题的直指的前进方向。那么磁场方向在磁铁外部是 N 到 S， 所以我们手就这样子比。我们发现手心是出指面，这题的出指面就向南方，所以直指会向南方偏转。31题问我们说，直指数前进方向会向何处偏转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南。